172公分，体重57公斤，三围312535。6号许瑞欣，22岁，身高176公分，体重49公斤，三围302434。15号林诗璇，15岁，身高179公分，体重62公斤，三围332737。20岁，身高188公分，体重84公斤，三围383339。在我们过去，同样的年龄层的时候，并没有这么开明的文化，让年轻人去追求他们想要追求的事情。所以现在的父母的这一代，对于小孩子他们想要追求的事情都相当的支持，那这是非常好的，因为他们可以及早的去实现自己对于这个工作的想法，然后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更大的掌握。所以我很乐见这个事情，因为毕竟我自己以后也会面临到我的小孩提出这样子的要求，说他想要去追梦，那我也是100%的支持。现在的小孩子们都很勇敢在台上表演，我就想到说以前自己都会很害羞，所以就把当天做到自己的100分就好，我觉得对得起自己的努力，那就一切就够。那这种大型的比赛就会逼得自己一定要进步成长，然后就逼得自己跳脱舒适圈的感觉。